最近由雷霆转投勇士的 NBA 球星杜兰特，12号起一连3天在香港展开了本年度大中华之行第二站的香港站活动。杜兰特现身湾仔休顿室内场，为运动品牌举办的 Rise Academy 篮球训练计划进行启动礼，还现场大秀灌篮绝技，热爆球场。NBA 球星杜兰特从中国广州赶来香港，在全场千呼万唤下，这名球星强势出场。之后，杜兰特多次表演灌篮，令全场尖叫。杜兰特没有多谈转会仪式，但是对香港球迷来说，再次能来到香港非常兴奋。获选入 Rise Academy 的球员随后与杜兰特交流，白衣15号的魏志杰以一记压哨3分取得24分胜出，获杜兰特亲自颁发全新杜兰特9美国队球鞋。我觉得他的为人很好啊，好有气氛的感觉，而且又可以给力量我，例如拍下手啊，同你击下掌啊，都是一些给自己信心啊的行动咯。贵为 NBA 球星，但是杜兰特一点架子也没有，他坐在板凳上跟香港年轻球员玩自拍，相当亲民。现年27岁的杜兰特上星期刚公布以2年5430万美元马币大约2亿1720万令吉合约，由雷霆转投勇士。勇士新球季将由杜兰特连同库里、汤普森以及格林组成4核，致切重夺总冠军。 NTV7 综合报道。